一位勤政节俭的皇帝却鲜有作为。父皇暴亡，他仓促登基，绝侠风波使他的继位扑朔迷离。一个看似平庸的王朝却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禁烟硝烟摇摆不定，南京条约丧权辱国。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与我们一同跨越历史时空，探寻道光帝的继位一案，阐述对鸦片战争烽火的深层思考。道光帝，名绵宁，是清朝的第八位皇帝，他是嘉庆皇帝的嫡子，他39岁继位，在位30年，享年69岁。道光帝既非昏君，也非明主，很容易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淹没无闻，但作为鸦片战争的头号当事人，却成为后世无法回避并屡屡提及的人物。道光帝的性格一律犹豫，反复无常，他在禁烟时严禁与持禁犹豫摇摆，他在战争时主战与主和，反复无常，他在用人时任贤与任奸，功罪道衡。道光在这场历史悲剧中扮演了悲剧的主角，而他的悲剧人生也就从他继位的那一刻开始。我先讲第一个问题，道光继位一案大家很熟悉了，就是雍正皇帝继位一案问题大家知道很多，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道光继位也存在一案问题。道光是清朝皇帝嫡子继位里面唯一的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第一个继位的是皇太极，他是老八，他母亲呢是侧妃。皇太极的儿子顺治，他是老九，他母亲是庄妃，是妃子。顺治的儿子康熙，老三，他的母亲同妃，也是妃子。康熙的儿子雍正，雍正的母亲乌鸦氏，也是妃子。雍正的儿子乾隆，他母亲钮祜禄氏，还是妃子。乾隆的儿子嘉庆，嘉庆的母亲是妃子。嘉庆的儿子道光不同了，道光的母亲是皇后。嘉庆做皇子的时候，他父亲就乾隆皇帝给他娶了西塔拉氏做他的福晋。嘉庆继位之后就册封他这个嫡福晋啊为皇后，所以道光呢他是皇后的嫡子。道光有一个哥哥很小就死了，他是老二，因为他哥哥死得早，他算皇次子，实际上他是嫡子。但是他母亲呢福分不够，嘉庆元年册封的皇后，第二年就死了。道光的儿子咸丰，咸丰呢他母亲是妃子。咸丰的儿子同治，同治大家都很熟悉，他母亲就是那个慈禧，宜贵妃，还是妃子。同治没儿子，光绪和宣统不是皇子，
废清朝十二个皇帝，继位的是十一个皇帝，只有道光是嫡子继承皇位，这在清朝是唯一的。道光在做皇子的时候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学习也很用功，特别是在他32岁的时候，也就是嘉庆18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情。这一年夏天，嘉庆到承德避暑山庄，到木兰围场去行围。道光这时候名字叫绵宁，他随他父亲去行围。但是这一年夏天呢，是阴雨绵绵，没有发行为。绵宁呢就提前回到皇宫，在上书房读书。一天，天理教的教众在皇宫太监的指引下，分别从东华门和西华门两路冲进皇宫，一直冲到养心殿的外面，养心门。在上书房读书的绵宁立即拿着火枪，拿着弓箭就奔出来，一枪打死一个人，另一枪又打死一个，把这场事情平息了。他父亲回到皇宫之后很高兴，朝廷上下、朝野内外都盛赞绵宁年轻勇敢机智。于是嘉庆就封他这个皇次子绵宁为至亲王。到嘉庆25年7月18，嘉庆从圆明园起銮，要到承德避暑山庄，到木兰围场去秋闲，也就是行围。随驾的有皇次子绵宁，就是道光，还有皇次子睿亲王随驾去到避暑山庄，同行的还有大学士、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等。7月18日从圆明园出发，路上7天，到7月24日到达承德避暑山庄。沿途疲劳，天气呢又暑热。第二天就是7月25日，嘉庆皇帝突然驾崩，事出仓促，没有准备。嘉庆的死因，官方的说法，因病而死。据清朝皇室人员的口碑说，嘉庆遭雷击而死。这个事情得不到证实，如果真的是遭雷击而死的话，官司记载都不会写的事情，因为这犯了大的忌讳。我们目前就是根据官方的说法，嘉庆突然病故，也可能啊，嘉庆身体比较肥胖，有61岁的高龄，沿途疲劳，天气暑热，也很可能得了心或者血管病，
而猝死，死因我们今天不探讨了。嘉庆突然驾崩，大家啊束手无策，事出突然。但是我不可一日无主啊，当时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嘉庆的皇位继承问题。本来事情应当是很明白的，由于种种缘故，道光继位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疑案。嘉庆帝猝然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一时间朝野上下、宫廷内外乱作一团。引发混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皇位的继承出现了问题。根据雍正帝创立的秘密立储制度，写有皇位继承人的密折应封存于爵匣中，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从雍正帝开始，秘密立储就成为清王朝皇位继承的祖制家法。嘉庆帝生前从未公开确定皇位继承人，按照这一祖制家法，即使他猝然驾崩，皇位的继承也不该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嘉庆帝的猝亡就为何引发了一场皇位继承的轩然大波呢？原来人们发现本应该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立储爵匣无影无踪。清朝皇位继承从雍正之后，它是有祖制有家法，就是清皇室的家法。雍正皇帝鉴于太宗、世祖、圣祖这三代皇位继承的种种繁难问题，雍正想出一个办法来，叫做秘密立储。雍正元年8月17日，雍正在皇宫的乾清宫西暖阁召集皇子、王公大臣，宣布，他说我要秘密立储，把我指定的皇太子写成一个诏书，装在一个爵匣里面，当众放在乾清宫顺治皇帝手书的那个正大光明匾的后面，一旦发生大故，取出来宣布。这样做的好处呢，就避免了事先立皇子引起皇子之间的斗争，又避免了事出突然，皇位继承问题难办。雍正这个秘密立储的办法呢，在乾隆用了一次，就是雍正死得很突然。我上一次前面已经讲过了，雍正死得很突然。那雍正死了之后，皇位继承是谁呢？哎，就打开了秘密立储的这个爵匣，当众乾隆、皇室和大臣宣布，就是立弘历，就乾隆为皇太子，所以乾隆呢就继位了。所以乾隆继位没有引起骨肉相残，乾隆还是按照他父亲这个办法，把秘密立储也是写好了密封起来。但是乾隆不同，就是乾隆60年9月初3，在圆明园的勤政殿，当着皇子、皇孙、王公大臣正式宣布，说我要禅位，
从明年的正月初一让儿子继承皇位。这个儿子是谁？就是秘密立储那个皇十五子永琰，就是嘉庆。第二年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了乾隆和嘉庆授受大典，就是乾隆把皇位退让，嘉庆接受皇位。所以乾隆到嘉庆的皇位是和平过渡，没有发生大的纷争，因为乾隆还在世。嘉庆突然病故，谁来继承皇位？按照祖制家法，那就是应该在皇宫乾清宫那个正大光明匾后头找啊，找那个爵衔啊，看里头写的是谁呀、啊？但是没有文献记载，也没有档案记载，说派人从承德派人到北京，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找这个爵衔，没见这记载。也没有记载说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到乾清宫去找这个爵衔。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嘉庆一位给他的儿子有没有这个建储的爵衔？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承德方面、北京方面没有派人去找啊？此为历史疑云之一。在正大光明匾后没能找到嘉庆帝传位的遗诏，朝野上下惶恐不安。在嘉庆帝的四位皇子中，最终谁能继承皇位，不仅关系到朝野局势的稳定，也关系到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在按照清朝的祖制家法来确立皇位继承尚无结果之时，以喜恩为首的皇室宗族却首先建议由皇嫡子绵宁来继承皇位。谁来继承皇位？当时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一片混乱。这个时候内务府大臣喜恩站出来说皇次子绵宁勘乱有大的功勋，就指嘉庆十八年的事，当即继位。这个事情《清史稿·喜恩传》做了记载。喜恩讲了这话之后，军机大臣托金、戴军元等犹豫，历史上记载啊，两个字犹豫，就是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不表态。史书又记载喜恩随抗论，就争论了，众不能夺，就没有说服大家。这问题就来了，你喜恩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建议皇四子绵宁继承皇位啊？这也不符合清朝皇室的祖制和家法呀。喜恩何许人也，敢于提出这个建议啊？喜恩的父亲是睿亲王淳颖，淳颖又是怎么回事啊？大家知道多尔衮死了之后他没有儿子，他弟弟多铎的儿子叫多尔伯过继给
多尔衮，所以多尔伯就承袭了睿亲王的这个爵位。不久，顺治对多尔衮掘坟鞭尸，撤其享庙，爵位也撤销了。多尔伯怎么办呢？归宗，又回到多铎宁夏。到了乾隆的时候，给多尔衮平反了。那多尔衮的这个睿亲王的王爵位还是要承袭呀，谁呀？就是要多尔伯的这个第五世孙，就是纯颖，来承袭多尔衮的这个睿亲王的王位。这个睿亲王纯颖和嘉庆私人关系很好，又都是宗室。嘉庆在惩办和珅的时候，这个睿亲王纯颖出了很大力，帮了很大忙，受到嘉庆皇帝的信任。他的儿子喜恩因为这层关系，先做了侍卫，又做了御前侍卫、头等侍卫，做到内务府大臣。所以喜恩是用内务府大臣这种身份随驾到了承德。嘉庆突然故去之后，喜恩就建议皇四子绵宁继承大位。按那清朝的组织家法，应该有嘉庆的遗诏啊。你喜恩建议绵宁，皇四子绵宁继承皇位，不符合组织家法呀，此为历史疑云之二。千年中华民族的印记，五千年中国文明的印章，迎接国庆，百家讲坛前进中华。嘉庆帝猝死，没能按照组织家法留下继位的遗诏。而此时孝和睿太后健在，太后的意见对皇位继承人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嘉庆帝的四位皇子中，有两位是孝和睿太后的亲生子，而绵宁却并非孝和睿太后所生。在以喜恩为首的皇室宗室首先提出由绵宁继承皇位时，孝和睿太后紧急下了一道懿旨，500里加急送往承德。嘉庆皇帝先后有两位皇后，第一位叫孝淑睿皇后，她生了第一个儿子死了，生了第二个儿子就是绵宁，就是道光。但是这个孝淑睿皇后呢，在嘉庆二年病故，这一年绵宁16岁。那嘉庆呢，又续了一个皇后，就是第二任皇后，啊，叫孝和睿皇后。孝和睿皇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皇三子叫绵凯，一个是皇四子叫绵欣。孝和睿皇后对绵宁很好，16岁孩子没有母亲了，
对他倍加爱护和关照。所以绵宁做皇子的时候，和他这两个弟弟，同父异母弟弟，就是绵凯和绵欣，关系很好，和他这个继母的关系也很好。正是因为有这层的关系，所以嘉庆皇帝突然驾崩的这个噩耗传到北京的时候，皇太后在皇宫立即派人500里加急，把皇太后的遗旨，因为这是嘉庆死了，他算太后了，皇太后的遗旨送到承德，大意是说皇次子绵宁在嘉庆18年的那个重大事变中立有功劳，他遗旨皇次子绵宁立即尊位，就是马上继承大位。绵宁就是道光接到皇太后的遗旨，叩头谢恩，感激不已。大家知道，因为绵宁不是太后的亲生子，他自己还有亲生的两个儿子，在没有找到嘉庆秘密立储的遗诏的时候，他说让绵宁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继承皇位啊，应当说这个胸怀还是比较博大的，没有借着这个机会做手脚啊，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所以道光啊跪在地下磕头感谢这个皇太后的这个恩典。问题又来了，按照清朝的组织家法，皇太后没有立皇太子的这种先例。那有人说了，那孝庄皇太后她立的康熙呀、啊、但是孝庄皇太后立康熙的时候，顺治还没死啊，顺治病重，是孝庄和顺治共同商量了，用顺治遗诏的形式来发布，让皇三子玄烨，就是康熙继承皇位，不是用皇太后的名义，是用皇帝的名义商量说他参与了。可以说清朝用皇太后的名义立皇太子，让他继承皇位，这是第一例。这问题就来了，你皇太后宣布让绵宁就道光继承皇位，这跟家法组织也不合呀。此谓历史疑云之三。绵宁继承皇位，既有宗室的支持，又有了太后的懿旨，看似水到渠成之事，却并非顺理成章，因为这样继承皇位还是有悖于祖制家法。正当大家为绵宁如此继承皇位有悖家法而犹豫不决时，事情又发生了转机。原来随嘉庆帝行为的军机大臣托金戴君元，竟然在承德避暑山庄找到了嘉庆帝立储的小金盒，并打开了遗诏。随驾的军机大臣有四位，就是托金、戴君元、卢文普和文福。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几位军机大臣就找秘密立储的这个居下。
在哪儿找呢？就在避暑山庄这烟坡之爽殿来找，翻箱倒柜，一个一个来找。突然在嘉庆生前的那个随身太监那儿找到了一个小金盒，这个小金盒引起大伙兴趣了。托金和戴金元等等就捧着这个小金盒找钥匙，找不到钥匙。托金在情急之下把小金盒那个锁拧开了，开启了这个宝盒一看，里头有嘉庆的遗诏，上面说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立皇次子敏宁为皇太子。找到了这个小金盒，发现了嘉庆的遗诏，这问题应该说就解决了。有人呢还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材料，这个事情在清史稿托金传、清史稿戴君元传都记载的是。戴君元死后有一个人叫包世臣，为戴君元写了个墓志铭叫戴公墓碑，这个碑文里面详细的说了这事，就说嘉庆突然崩驾，众方大家情急之下啊，找到了小金盒，托金等把小金盒拧开，发现了这个遗诏。他是在这儿说呢，就是说托金特别是戴金元为道光的登基立下了功劳。问题还是有，打开这个小金盒的时候啊，没有记载道光在场。这个小金盒按呢当时的祖制家法来说，是应该搁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呢，怎么会在承德避暑山庄呢？而且不是马上找到了，是找来找去翻箱倒柜才把它找出来。有人对这个小金盒和小金盒里面的遗诏的真伪提出怀疑，此为历史疑云之四。小金盒里的继位遗诏是真是假？小金盒的突然被发现是否是有人精心策划？后人对此猜测不已。那么清史文献对此是如何记载的呢？对于道光的继位过程，嘉庆实录和道光实录的说法如出一辙。清仁宗实录就是嘉庆实录，记载他死和他的儿子皇位继承的过程，大意是说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傍晚，嘉庆皇帝突然就驾崩了。在这种情况下，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等一起打开了一个局匣，里面有嘉庆皇帝的遗诏，立皇次子年龄继承皇位。大家知道啊，嘉庆的实录啊是道光修的呀，道光继承皇位之后修他的实录。那道光实录怎么写的呢？道光实录写法和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道光的石路是他儿子咸丰给修的呀，也不能违背他爸爸意志。所以嘉庆的石路、道光的石路和清史稿的记载和皇太后的遗旨和喜恩的建议之间仔细分析起来还是有一定的漏洞，就彼此之间呢有矛盾。我说此为历史遗传之五。尽管绵宁继承皇位一波三折扑朔迷离，但历史还是将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使他成为清朝的第八位皇帝。39岁登基的道光帝，在他在位的30年中，史书中记载的不仅有他离奇的继位过程，还有他留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得失。道光还是继承皇位了。第一，宗室贵族喜恩等支持道光继位。第二，皇太后和他弟弟睿亲王绵熙同意他继承皇位。第三，4个军机大臣在场同意道光皇帝继承皇位。3个方面，朝臣、宗室、太后都在，就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由道光和平继承皇位，避免了在皇位继承上的骨肉相残之争。至于那些矛盾、那些不同的地方，那就留给历史学家去考证吧。道光的皇位是在承德避暑山庄继承，因为嘉庆死得很突然，承德避暑山庄呢没有预备这个棺材，加急通知北京准备好棺材运到承德，所以到8月12日，嘉庆皇帝的子宫就是灵柩才由承德起运回北京，前后经过10天的时间啊，运到北京。8月22日，道光正式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正式成为清朝的第八位皇帝。道光呢是39岁继位，在位30年，享年69岁。他这一生啊也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说他惩办贪污，比如说他整顿吏治，比如说治河、通海运、整理严政等等。道光这30年皇帝啊，比较重大的政绩是一条，就是新疆回部发生了张格尔叛乱，道光比较坚决平定了这场叛乱，在道光8年把这个张格尔捉住了，到北京午门献俘。道光在午门城楼上，张格尔跪在午门前的广场，这是道光在位30年一件重大的历史政绩，因为他稳定和巩固了清朝对新疆的管理。但是啊，道光这30年的皇帝最大的悲苦就是禁烟运动失败。
鸦片战争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是道光帝留给后人记忆最深刻的历史事件，正是从它开始，西方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当时在朝廷内部，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和以徐乃济为首的迟进派斗争激烈，而道光帝在其中摇摆不定，战和两端。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政府割地赔款而告终，那么他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战争失败的历史责任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清十二帝一案之道光》。一道绵延万里的古代城墙，世界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它为何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又经历了怎样的血雨腥风？让我们从长城的历史和传说中一起回望长城的沧桑历程，前进中华。